边我显示，这边显示，你们荧幕上这边我显示有一个人在，在乱就是打乱打字，但是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在我的 YouTube 上看到，他说的话是被直接过滤掉了。可是如果过滤掉了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这个转化到荧幕上的这个 App？ 然后我在我的 YouTube 上看不到，但是我在这个 App 上面却看得到，这有点诡异。他到底是？那算了，他如果再继续讲，我再讲吧。他如果不讲就算了。很无聊的一个人。对，我，你们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app 它看得到，就很奇怪。这个 app 显示在 YouTube 上他在讲，但是我看 YouTube 的时候却看不到，我觉得特别诡异。这样子我他让我 ban 不掉他，你知道吗？我把自动封锁垃圾信息关掉，看我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。哦，我可以看到它了，把终于可以把它删掉了。OK， 这样现在好了，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有设定自动过滤垃圾信息，它刚刚那些都被归类为垃圾信息，但是我的这个 App 却没有过滤，所以我的 App 上看得到，但是 YouTube 上看不到。OK， 我现在把它禁掉了，这可以开吗？真是什么人都有。我们接下来又回到 Rookie 队，应该我们应该可以再找到一个，哦对，就这里，这个语音信息，哦按错。紧急停车，请保持冷静。紧急停车 ！Virgil， 你不能拦下列车，车上还有其他人呢。紧急停车！别这样 ，Virgil。你在做什么？疯了！竟然跟列车讲话！如果你没有让所有交通号志变红，我根本不会在这。即将绕道，小心行进。哇哦，列车回你的话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先生，我很抱歉，我本来只是打算要离开这个城市。Virgil， 我要去从军。注意你的速度，有孩童在玩耍。我已经19岁了，况且 UNSC 正需要人手啊。跟老爸说的完全一样。我觉得列车说的对，最近死了不少士兵。它不是列车，它是一座城市，一座很坏的城市。Virgil， 那在我小时候确实有用。开门，快！离开希望站，离开希望站，去死吧 ，Virgil！ 妈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真是像地狱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是接续刚刚的那个第一章第二节。这个东西刚开始看的时候都不太懂，因为它的剧情。就刚开始也试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你越他就是要让你越看到后面，你会越了解他这个语音日志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快
哦 shit， 结果是个一般的手榴弹。粘，我没粘到。谢谢你啊。一只鬼面兽会怕我耶，真的是很讲不通的。那个故事慢慢后面越看会 越能够明白。基本上 Virgil 是这个城市的 AI， 然后他们说那个是个男孩还是那是个女孩，我实在听不出来。反正他是从军，所以我在猜他是个男孩，但他的声音实在不太像个男孩。这个可以开吗？因为我们走过，现在开始进入迷路阶段。我们要走这里，现在就越来越容易迷路。啊，血没粘到。OK， 至少我们的火烧到它。然后这些就很麻烦，这些炮台。刚刚这个人应该有把卡宾枪掉在这里哦。等一下，我马上来解决你。哎，然后这边会还有又有一个语音日志。星盟船舰就盘旋在市中心上空，月台上有一台售票机，在马库巴站碰头 ，OK？ 抱歉，对不起。嘿，先生，小心点。请告知目的地。Virgil， 帮我联络爸爸，快。很抱歉，目的地已阿布巴西。Lady， 你在哪？旧蒙巴萨火车站，爸。有艘战舰，宝贝，你听好，我本来早餐时要跟你说，结果你一早就离开了。你知道我最新的计划吗？就是市区里新建筑的地震勘测。爸，这里有一艘西蒙的船。我在发现一样东西，我从来没看过。爸，西蒙正在攻击城市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你得赶快离开那里。别担心，我在地下九楼的深度，我也替 Virgil 的资料中心做好防护措施了。很好，那我来找你。不，千万不要。你待在那里别乱跑，我会让 Virgil。 爸，抱歉，讯号很差，我听不到。 Lady， 这是视讯通话，我看得见你的杂音。嗯，真麻烦。 Virgil， 让列车掉头吧。 Lady， 你等一下，我不许你去冒险。什么声音？攻击开始了。终于有比较不那么令人伤心的音乐。城市 AI 在为一个小女孩服务，因为那个 AI 是她爸设计的，好像是这样。
抖一千五请吃饭。我要帮你们办同学会了，这还不算请吃饭吗？怎么都不会开啊？我就记得有一些会开的就。血没打死，这把枪快没子弹了。可是我又不想丢掉最后一把人类的枪，都想要保持住人类的枪，不过算了，还是活下去比较重要。那我们应该会再捡到。如果我也要错过那个语音日志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提醒我。我蛮想在这次的这个就把语音日志全部找到给大家。OK， 非常明显不是走这边。这个提示一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这个也是关的，真的很容易迷路。不过迷路我说了嘛，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，它就是希望你在这个夜晚会迷路，四处绕，不然他们设计一个那么大的这个地图给你用，都没有多看看，是不是他们一定觉得特别可惜？应该是上去那个地方，我猜了。还有那是猎人呢、欸，不要对付他们啊！穴门关了呀，我要走这队吗？走，试试看吧。我们要先打这个。死了吗？没死，不好意思。Oh shit！ 哇 ，Visor 可以看到隐形的这个，我突然都不知道，就有点屌。这样的话，这也是 ODST 比士官长要厉害的一个地方，他们的这个 Visor 可以看到隐形的敌人在哪里，这有点过分啊，说实话。人类应该要没有这种技术才对。哦 ，Hello， 那不知道我在这里吗？好，你都转过来了。好、oh, shit， 我 miss。正需要卡宾枪子弹，你们一直给我送卡宾枪子弹，是很感谢你。还有你，呀 ，ODST 感觉射起来也不太准。No, fuck you！ 哎，终于死了。我应该不是要开那一扇门，我要走那边。没有，他们还是不太，没有那么先进的。他们毕竟没有那个能量护盾那些。
哎，这边又有一个语音日志。如果这个是第一章第四节的话，就表示我们没有错过。黄色表示第一章。哇，这是第二章第一节，还是说第一章就只有三节？Cindy， 很低下小姐，是你吗 ？Kisser 的局长啊，别碰我 ！Friendly 警官，快控制住人群，别让人们踩到他。遵命。NM， 各位旅客，哦、oh, shit， 欢迎您。No， 我在按上面那个继续。等一下，我重新播一下。看起来剧情上是没有错过。小姐，是你吗 ？Kisser 的局长啊，别碰我 ！Friendly 警官，快控制住人群，别让人们踩到他。遵命。NMPD， 大家退后！给我退后！你有受伤吗？没，我没事。Friendly， 快带他进来！抓住我的手，我们得赶快走。你到旧城去做什么？列车出了点问题。还用你说？Virgil 对你的过度保护，我都听说了。Friendly， 快开车！遵命。现在要去哪里？问得好。我爸爸，他还在工作。欧尼大楼的地底资料中心嘛，那可不行。那一带西蒙的兵力太多了。我带你到隐秘安全的地方。OK，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云日志，这还是不错的。我看一下地图好了，我们要过去那边，我们似乎可以穿过这里，试试看能不能穿过这里。当然是可以，听起来怪怪的，对，有点像怪叔叔的感觉。哦，这不能过。哎，这只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这里。我们可以拿他的狙击枪。对，我知道方向指标，只是我在想我们能不能过去到那。我们似乎只要倒退就可以过去。刚刚，我只是不想倒退，但看来我们必须倒退。那我们倒退回去好了。拜拜，阿伟。看一下，我们走这里就可以过去了。需要及时医疗吗？请找 Optican。要敌人声音。哦，对 ，ODST 比起士官长还有一点，就是 ODST 没有那个。ODST 没有雷达，这个差蛮多的。我才突然意识到 ODST 没有雷达。我怎么就 baby 了啊？哦，对 ，ODST 射这个狙枪两枪就过热。
目标在那上面。拜拜 Leo。先把东西解一解。他们死的是散的散，我不清楚。哦，士官长也是两枪吗？哦，对。我以为士官长可以三枪。